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进入 Form Five Chapter Five 的第三个部分 Similarity。然后我们之前学的 B 的部分是 congruent 是一模一样，大小一样，对应的角度一样。然后现在呢是 Similarity 相似的形状，OK。然后 Similar 如果它的形状一样，但是它大小不一样，放大。这个就是 similar，OK，、okay, 所以这边它是两个那个八边形，不同的 size，然后它们是 similar，都是 regular，OK，、okay, 如果它的两个 shape 是 similar 的话，这样它对应的角是一样的，你看这个角跟这个角一样，这个角跟这个角一样，这个角跟这个角一样，然后对应的边是 proportional，就是说我在这边4.2除2.8是一点。3.3除2.2也是1.5，4.5除3也是1.5，所以它每一个对应的边都是1.5倍。OK，那个是 scale factor，所以它是 proportional。So 在这边我们有两个 similar 的，然后在这边题目要我们找 x 的 value。OK，它的题目不完整。So，我要找 x 的 value 的时候呢，这个其实非常简单，我们就知道对应的边除对应的边等于对应的边除对应的边，所有的 x 除10.3等于10除5，所以我的 x 等于2×10.3，然后它就变成20.6 cm，所以在这一边我这一个155/20把这个乘上去。就是这样，OK，所以它的答案是20.6 cm，所以在这一边它要的是20.6 cm，OK，接着在这一边第七题，它是两个三角形，然后它要我们找 x 的 value，OK，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是由两个三角形，小的三角形，哎，在这边我们有小的这一个 PSD 的三角形，OK，然后我们还有整体这整个大的三角形，我们有这整体这整个大的三角形，在这整个大的三角形里面呢。它这一个是10，这一个是 x，小的三角形这边是6，这个是4.，这个是 PTS，因为心里想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一样，然后它是 parallel 平行，所以这个跟这个一样，然后接着这个跟这个一样，OK，所以它这一个还有这一个一样。所以我知道十，我的 x 除4.2，x 除4.2等于10除6，对应的边除对应的边等于对应的边除对应的边，所以我的 x 等于10除6×4.2，所以我在这一边它就会变成10×4.2除6，然后它就变成了那个70，所以它这个是7。cm，OK，所以它这一个的答案是 7cm。刚刚我没有按计算机，我就可以知道答案是 7cm 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在这边166742，7×10，7。好，来，接着在这一边 example 8的时候，它是三角形，这样。OK，然后他要我们找 value of x。OK，好，来，我们在这边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角 PSD 跟角 PQR 是一样。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有两个三角形。那两个三角形是怎样的呢？就是说我在这一边。
这一个是第一个三角形，然后在这一个第一个三角形里面呢，我这一个是 P E S，然后 P 这一边，然后我另外一个三角形是整个大个的三角形，这一个，这整个大个的三角形呢，它是 P Q R。这边一样，这个是一样。OK，这样180减掉这两个，180减掉这两个，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一样的角度来的啦。OK，然后他告诉我 PQ 是9，PQ 整个是9，PS 整个是5.4，QR 是5。S 七是 X，那我们找 X，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，一个两个之间的是 X，一个两个之间的是5，所以就 X 除5，然后一个跟黑之间呢是5.4，然后一个跟黑之间的是9，除9，所以我可以直接拿到 X 等于5.4除9乘5，然后它会变成3。这一个96 54 6 30 OK 5.4除9乘5，所以他拿到的是3 cm，就是这样。OK，好，接着我们就是 exercise 我另外的影片在这里。